同学们，我们这一节呢要画山的峦头了。峦头呢是各种各样变化的，就是峦头呢就是一个人的面貌，就头上这个特色是怎么样子的。那么下面呢都服从下面的一些山的变化呢，就是要服从这个主要的一个峦头的一种画法。那么怎样呢，就是现在统一了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呢我们要特色一个峦头的一种方法。那么像你看。看这个画谱上这个画法呢，你看上面是白的啊，下面是暗的啊，好像是明，头上是明白这种样子的，所以它叫幡头啊。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先来画一下啊，我们先从上面开始，它呢也是中锋的，头上呢都是尖的峦头啊。这个蓝头呢，是一种留头上留白，叫幡头，明白像明白的头一样啊。所以呢，头上呢我们要留上一点白，这白的呢，也是一种节奏了。这个画法呢，是有古代的一个芥子园北宋。北宋一个画家叫芥兰，这个芥兰实际上是一个和尚的名字。他这种画吧，基本上是用披麻衬的，一条一条披下来，中锋枯树凝带，披下来，披麻。就是披麻的上面呢留有一定的白，特别是上面的一些脉络了，它的披麻呢，你可以衬的是线条阔一点，粗犷一点，等一会软一下呢，这种节奏感就出来了。头上是白的，下面的软一下，你看我基本上，所谓的浓浓淡淡的都处理好，枯色的都处理好，开始的时候色的，那么需要色的地方，马上把它画掉，画到一定程度需要枯的地方，那么就马上画出来了嘛，那枯的这需要枯的啊，那这里需要枯的，枯的把它补上，需要枯的地方把它补上，这样呢很随便，要胸有成竹，要衬一下，可以衬色，衬色用淡嘛，笔上浓的地方呢，先把它划掉，需要浓的地方划掉，补上浓的。那么笔上淡了，那么需要淡的地方就有再画上来，那就淡的地方加上去，浓的地方淡的就淡了那么。你看头上留有白的呢这留白那么衬色的时候呢，山头上面呢用黄的点子点一下因为这里都是实的用红把它中和一下，红的点这个点要浓一点，焦一点可以焦一点，这样呢让它醒一下。就是本来是模糊的，那么把它浓一下呢，就是清新一下，所以叫形。好，那么这样呢，点好以后呢，让它干一下蒸发掉的水分，凉有点干那么我们呢，接下去就是马上蘸颜色。颜色呢，可以用大一点的笔大笔呢，也可以呢，先用清水来铺一下，
先铺一下清水，像蹭黛墨一样的蹭一下，哎，清水，哎，像啊，蹭黛墨一样的蹭，哎，清水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调颜色啊，颜色呢就是扎实啊，扎实里面呢放一点啊，拿一个碟子，扎实里面呢放一点黛墨，哎，变成扎墨，哎，这个扎墨呢，哎，这样恰到好处，哎。那么我们先在浓的地方先扎，哎，用浓墨的地方先扎，哎，不是平涂的，哎，扎颜色的也像蹭混一样的，哎，这样，哎，你像写字一样的一笔笔写上去，哎，不要平涂啊，再加点墨啊，扎墨重一点的，哎，在暗部呢多蹭几笔，哎。它的立体感啊，质感都出来了，很强烈。那么像这个地方呢，也好像有淡嘛，也有淡的颜色在里面。哎，这个白的留着啊，留着以后呢，你看得出它是反斗，哎，反斗的特色，哎，就出来了。好啊，那么在上面的这个酒上的啊。远山呢，你画的时候也不能平涂，也要好像写字一样的一笔一笔，哎，这个一哎哎这样哎有哎啊，那么在这一部分呢，你用清水啊怎样呢，很大胆的啊铺上几笔啊，那么接下去呢，你墨色里面呢也放点扎实啊，这样呢你画的远山哎这样的。这样呢，你干了以后可以看到水的啊笔痕啊，水痕跟笔痕混在一起，哎，就有味道的，哎，这样也可以。这里呢也可以稍微浓一点，也可以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整个峦头的啊特色就出来了，中间白啊，这里有点淡紫色的，哎，这是北方的山水。南方的下面溜得多，北方的就是土黄色的啊，土那个褐色的啊，扎实色的啊，这是北方的一种山的特色，哎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画一种啊。同学们你们看啊，这在画布上呢，这样的一种画法呢，像云一样的卷起来的，也好像芦刀一样的啪卷起来的这种方法，这是萧昭的一种画法。啊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都是用中锋的，你看细笔它卷起来的，很浑厚的，哎，这样我们来试一下啊，从中间开始啊，我们从中间开始，哎，这样中锋啊，歹笔都是歹的笔，哎，但是你要沉住啊，这样哎，这个笔呢像那个刀刻在石头上一样，要沙沙的声音，哎。吸在很密密麻麻的一些小笔触，哎，但是你不能否，也要很有劲的，哎，线字上面有沙沙的声音，哎，对呀，有色啊，到枯，哎，由枯哎再到色，我所有的墨都用在上面，浓了。这里哎，边上让它浓一点哎，啊，带了我们就画在中间的哎，这些带的笔放画在中间哎，拽上的笔呢有点浓哎，那么就边上的轮廓哎可以浓一点哎，哎，开始又带了，那么这里呢，中间部分需要带的地方马上用上去。枯了就慢了，哎，这个规律呢，你时时刻刻要掌握这个规律，哎，这规律呢，你今后创作山水了，哎，很方便了。但笔触哎要沉住，哎，这是用手位了啊，就是这样有劲，哎，很灵活。
那么这个山是这样剪过来，剪过来啊，剪到这里，哎，剪过去，哎，这样。浓的，在这个地方，暗部，哎，凹下去的地方，用点浓的，哎，枯了就慢慢的啊，枯，卷起来的云彩一样的。枯的、淡的，哎，在表面部分，哎，很重的，哎，擦上几遍，哎，那么这个暗部呢，用淡淡的啊，蹭上几遍，淡淡的先蹭上几遍，哎，慢慢的加浓啊，先淡淡的，能够看见笔触，哎。先蹭，这是属于暗部啊。先淡，尽量的你要先淡，后浓，这样呢，就收干起来比较方便，哎。淡墨，所以扎颜色呢，首先把淡墨的水墨的一种啊效果啊搞出来了以后呢，那么再扎上颜色呢，比较方便，哎。以水墨为质啊，以产生的为辅，颜色呢不过是辅助一下，哎，所以这个颜色呢一定要姜丝鱼塘的颜色，哎，扎实啊，扎实跟啊花青啊两种调和一下，调和一下呢，哎，我们用的是也是先从那个暗部，哎，浓的暗部扎啊，做的时候呢也要见笔触啊，也要像写一样，哎，撑擦红一样一模一样，哎，哎，这里面可以用的清水，哎，用清水，用清水，哎，稍微留一点空白啊，哎呀，哎，留一空白，这个颜色也有笔触的，哎，看起来有分量，浑厚，所以呢，花青跟扎实一调以后呢。这种颜色很文雅，哎，啊，这里虽然没有衬过，但是你颜色也像衬一样，哎，也要这样。见笔，哎，水分呢不要少，哎，应该用水的地方就大胆用水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有枯笔，有枯笔在，你这个水就不怕了，哎，因为这个枯笔呢，哎，就是一种绿豆。哎，我前面讲到过了，哎，叫金丝位啊，金丝位嘛，五行之中金生水，有了金丝位的以后呢，水分你大胆用好了，哎，好，这种方法呢就到这里。同学们，你们看，在画谱上这一幅呢，他的方法叫泥泥拔钉，你看这里面有许多啊胶沫啊，像钉子一样的出来，这实际上就是有小的树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呢是水沫啊，墨色很浓的地方，好像泥土一样，叫泥泥拔钉。这种方法呢是一个北宋的一个江怪道啊，这种画法啊，他的面貌就是这样。那么用颜色呢，也是很漂亮的，这是一种江南的一种画法啊。我们再来表现一下啊。先是啊，从这一部分画起，边上的轮廓呢比较长，线条都是中锋的啊，这下去。
好，那么这样呢，有点像斧劈一样的啊，长的，哎，有点轮廓。其实所谓斧劈呢，就稍微有点轮廓，哎，有点方刚的一种轮廓出现，那么一种斧劈的味道。这种山啊，南方、北方都有，哎，南方也有，哎，北方呢当然会多数。下面的呢，基本上是用那个披麻撑的，哎，像麻一样的披下来。哎，你披这个线条呢，你要很轻松、很活泼，哎。轻松活泼，哎，那枯了就慢了点，哎，再一下墨啊，浓了，哎，就中间再画几笔浓的，哎，浓的地方啊，下面就淡了，哎，接下去，那么两边呢也是匹马，你看我用笔很松灵，很随便，哎。这样呢，你写得很灵活，哎，所以画山水啦，最重要的一个活，哎，要活，不能画得死板，死板就是刻板了，哎，没有变化，活就是这支笔呢，灵活，很如意的一种展示，哎，这一部分可以用浓的淡的几笔，哎。又像皮毛，又像斧劈，哎，但是呢，整个格调呢要统一，哎，整个格调呢统一以后呢，整个山头的特色就出来了，哎，好，基本上主要的线勾好以后呢，就是要用重墨啊来冲染一下呢，这里要重一点，哎，所谓泥泥拔钉呢。哎，就是这个台票好像泥土，哎，等于为了从这个高处了生出一些树啊，还有林木啊，哎，怪木啊，出来，哎，这里墨重一点好了，我们随便，哎，笔上浓的，哎，那么需要浓的地方把它加掉，哎，那么。笔上带了，那么这里带的呢，再用上去。所以你画的时候呢，始终保持一种全面的一种哎，前脚呢要不要照顾到前脚哎，一种全面的一种手法。画到这里要看到这里，画到这里也要看到这里哎，就是它一股气了，你。都要在心中哎有数，所以这里画好哎，再跳到这里，哎，始终要保持一种前脚观演，前脚观演有了以后呢，哎，就画山了，哎，整个气势就出来了，浓的地方哎再加。基本上啊，称好以后，那么就用胶墨啊。胶墨的时候呢，笔上一定要水分少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哎，加上几点哎，小小的怪毛啊，很焦的哎，这个就是所谓泥泥巴丁哎，很有味道。因为这下面是湿的了哎，这里用枯的哎，很有味道。这里也可以加，有的地方密一点，有的地方疏一点，哎，有疏疏密密，哎，那这里也可以加，也可以加，一定要浇浓，哎，浇浓，哎，它呢，这些胶笔、浓笔，这样一点以后呢，把这些散散落落的墨了，哎，拎起来了，它起到一些领导作用。画也是一样，跟生活中一样，等于盖它一下，
用手按一下，这都干了，干了我们就开始扎颜色了。为什么这个一定要等它干了以后扎颜色呢？因为这里面已经是红的很厉害了。如果再用色的颜料一扎呢，太糊了就是整个轮廓模糊了，效果就出不来了。所以一定要让它干透，干透以后扎颜色。我们先从头上用那个16颜色来拿。点击一下，你开始的时候浓了，你这个面积小一点慢慢的淡了那么面积大一点的，大淡的用一下，十六也像写字一样一笔都写上去上面也可以，笔上的颜料少了因为圆的地方呢要淡一点这里静静的十六，这里大带的少上几笔，中间也要大带的少上几笔你看我有时候在这里画，有时候在这里画，其实我这种做法是一种构建整个旧部的大旧了就是。旧部跟整体呢，要连贯起来看，怎样呢？就是整体感的比较强。好，这样呢，石料好了以后呢，马上用砸石，砸石里面呢也要拼一滴墨，拼上一滴墨之后呢，这样呢更文雅一点，火气呢少一点，那么砸石呢也要在上面亮部的地方先点一下，点上几笔，再点上几笔，因为这个石头跟那个山上的绿色的草坪的什么要混在一起，这样呢看的有点复杂，你呢也有真实感比较强一点，这样，砂石跟石榴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用花青花青跟砂石再调一下，再放一点墨。这样的更加灰沉了，这个灰很沉重的一种颜色呢，在暗部我们点上几遍，这样的显得很沉重浑厚的一种感觉出来，中间呢留些白空白要留一点点，让它透透气等一会这样。这种要留一点白，再用清水混一下，干了以后呢，这里好像云气一样的，有云气浮动的，这里环境可以大胆的用几笔清水，让它跟云雾渊混在一起。好，同学们，这是蓝豆的画，你看都有特色的，这是泥泥巴丁，我们呢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